传说，玉皇大帝身边的金童玉女私定终身，被贬到了凡间，经历十世的惩罚。第一世，孟姜女与万绮凉；第二世，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今天，让我们再次回味这段千古传颂的爱情故事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
家提亲，你又要考上科举，今生今世我非你不嫁。山伯，我等你，你一定要来呀、啊。不知道两个痴情的男女永不分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那一定很幸福美满吧，在人世间做一对快乐的夫妻，终生相守，至死不渝。终生相守，至死不渝。山伯，我来了，我终于要嫁给你了，山伯，山伯。我明白了，山伯，你是在告诉我，你从来都不曾离开我，你只是先行一步，等着我前来相聚。是吗？你始终都知道我的心，明白我的情。小姐，你做什么？祝英台在此嫁给梁山伯为妻。即便化为穿花蛱蝶，也将永远相随，双飞花间。Thank you.
山伯。